我的搭档白冰川同学正在致力于乐高机器人的开发与模块化的编程，目前已经实现循线与卸载功能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系统仿真继续改进算法，使整个系统运营起来更加协调、适应性更强。我相信，通过大家的努力，你们也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。